俄乌冲突，美国涉嫌拱火是后有搜头，乌克兰局势让美国在国际上的所谓信用破产，美国和北约不断向乌克兰境内输送武器装备并挑唆乌克兰和俄罗斯矛盾升级。然而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和北约却置之不理，导致乌克兰深陷泥潭。一起来回顾美国前后不一的实际行径。美国新政府的怂恿使得俄乌局势火上浇油。剑拔弩张之际，美国频频渲染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当俄方展开大规模军事动作，美方却表态无意排兵。